我当年的课都补回来，翻开课本，125页，再看一下今天的作业。我跟你一块玩，我要是老师，我肯定鼓励这种学生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很适合当老师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特别适合，我肯定会当那种学生都喜欢的老师，真的，因为我很懂坏学生和好学生心里都是什么样。是，因为你曾经就是坏学生。对，但是我已经当过好学生。我对学生比较玩世不恭一点，看我那小脾气就知道。真的是坏。当然不，我可是。不许再看我了！撒谎的特质你知道是什么？撒谎的特质就是一脚闭门偷看，两持续闭门偷看。如果那个人是心地比较善良的话，你就特别不敢看你。好了。我是伴郎的类型还是新郎的类型？都是的，能不能把这个裤子留下一点头发？Yeah.